等一下要来给十二婆姐修家的哈，啊，可以来准备排队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十二婆姐呢是我们小朋友的守护神呐、啊，啊，代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时辰，时时刻刻保佑在我们小朋友的身边，就是我们的十二婆姐。啊，从台南呢这个丹麦胡林呐、啊，啊，这个陈庆姑啊，啊，这个法教的这样的一个指导之下呢，啊，有我们的十二婆姐镇呐、啊。小朋友，十个啊，十个好不好？工作同仁帮我们引导一下啊，在出金来天青青，地灵凉，地位新尊，道大强，金来红气，十二波水来领气，来收气，二中有还，二中解，月中有还，介绍地，
月中有欢月中解，时中有欢解消除。今来解禁忌，解离离，来祝你平安到大好又是。非常有爱心啊。